北京路步行街已经聚集了超过1100间各类商业品牌，有强大的汇聚客源能力，去年全年累计客流量超过8200万人次，累计营业额超过137亿元，同比增长23.3%。逛街的话，它始终商铺林集啦，你见所有基本上所有牌子它都有，同埋有一些比较大牌子的旗舰店都在这里嘛，系咯，咁就比较方便咯。广州市商务局介绍，广州在2021到2023年间，连续三年对符合要求的北京路步行街新注入商户给予扶持鼓励。今年扶持的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，以北京路主街为轴心，延伸至天字码头，对具有引领性、示范性的新入驻国际品牌项目，经认定一次性最高奖励120万人民币。如果是特别重大的项目，有机会获得最高200万人民币的入驻奖励。对具有创新性、引领性、示范性的新入驻老字号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传统手工艺、文化创意、智慧科技等特色品牌店、体验店项目，经认定一次性最高奖励200万人民币。准备经营服装生意的侯女士在北京路步行街考察，她说政策对于商家好有吸引力。如果说想做的话，我觉得再有一个这样的政策和扶持，肯定是愿意的呀，肯定是有人气呀。多店铺咪更加吸多啲人嚟呢度游玩啦、啊。